有127,000嘅市民投我票，咁我覺得咧係要好希望同佢哋講聲多謝，同埋令佢哋失望啦。我下次會一定會繼續努力。咁但係咧琴日其實都有睇清楚嗰啲，都係分析啲數據啦。咁啊，見到其實我哋嗰、那個距離係啦，即係泛民同埋建制嘅距離拉得咁近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成績嚟嘅。